起亚是哪个国家的品牌？起亚汽车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口碑，是国人心中口碑非常不错的一款汽车。起亚是韩国最早的汽车制造商之一。2000年，起亚汽车公司与现代集团合并，成立现代起亚汽车集团，逐渐发展成为了世界产量第五大的汽车生产商。1944年12月，起亚汽车公司的前身成立，成立初期是一家手工制作自行车零部件的小厂。1952年3月，该公司制造出韩国第一辆自行车后，公司正式更名为起亚工业公司。1962年，一辆小型的厢式三轮货车 K360 也面世，从此起亚走上了汽车制造的道路。起亚汽车集团拥有完善的乘用车和商用车生产流水线，具有年产100万辆汽车的生产力。2018年7月19号，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，起亚汽车位列219位。